常进冷知识，冷知识一，在这边，店员喜欢用啪啪啪的玩具来吸引民众的目光，像这样子。到了假日，甚至有时候还会有表演。冷知识二，这边真的吃超辣，辣到想死的那种。这边的微辣就是台湾的大辣，你跟老板说清汤。他就会帮你放一些花椒之类的东西。对于不吃辣的我，到底该怎么活下去呢？我想到了一个好方法。冷知识三，在重庆，不吃辣的男生会被笑。为了顾及自己的面子以及肠子，自己蹲在宿舍煮饭是最好的方法。冷知识四，重庆的轻轨就好比台北的捷运，我一定要介绍一下，在这边有一站的轻轨。可以直接穿越大楼，所谓山不转路转，我觉得在这边不适用。那你们猜一猜，是先有房还是先有轻轨呢？冷知识五，内有恐怖画面，请自行斟酌。什么？影片就这样结束了？没有关系。想知道更多关于大陆或台湾的事情吗？请下面留言或分享，只要不跟政治有关的，我都用影片帮大家做解答哦。大陆的朋友也请帮我翻油管按个订阅吧。